想要谈恋爱这件事，但为什么不好意思讲？关上了灯，我总是会想，我会遇到个什么样的姑娘？她的头发是短是长，是烈是灼或是亡？其实姓什么不勉强，当然也不能够叫石墙。她是可爱或是漂亮，还是可爱又漂亮？我们相遇在什么地方，你就先去那里逛逛。他到底是什么样，你们会安排妥当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还没唱。他一定像天使一样，会给楼下的小伙买狗粮。他一定会特别善良，会给晚班的张姨送碗汤。他一定要很坚强，再煎熬也会在我身旁，在我惶恐的时候抱我肩膀。这首歌大家一起来。一起跟着我唱。他一定像天使一样，会给楼下的小伙买狗粮。他一定会特别善良，会给晚班的张姨送碗汤。他一定要很坚强，再艰难也会在我身旁，在我惶恐的时候抱我肩膀。他一定像天使一样，会把重要的日子记心上。他一定会特别善良，会给流浪的老人送衣裳。他一定要很坚强，流言蜚语都不放心上，在我无助的时候给我力量。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，关上了灯，我总是会想，我会遇到过什么样的姑娘。想啊想，想啊想，我想啊想啊想，不知不觉天就快亮。